香港是一个人烟稠密、空气质素差和生活压力大的城市，不知不觉间我们的体质和健康也渐渐地变差。新一代的健康良方运通宝就是一只经多年验证以100%纯中药精制而成的复方保健食品。到底运通宝如何可以改善到人体的健康呢？等我请教一下运通宝的监制李先生。李先生你好。运通宝顾名思义，运是运行人体内的气、血、水分，通是将体内积聚的废物排出体外，而补就是促进吸收和补偿体内不足的营养物质。总括来讲，就是协调新陈代谢，帮助各部分的器官回复正常运作。那不知道运通宝呢，啱啲咩人士吃呢？运通宝适合男女老幼，不论行业虚实的体质都啱服用的，有需要的经常服用都冇问题。但我哋城市人咧，好容易有感冒啦，又有啲咧会有鼻敏感噶，系咪净系食运通宝咧都可以有帮助噶？感冒茶咧就能够全面有效地治理好呢啲症状，而且感冒茶咧可同运通宝互相配合，同时服用，而适合小朋友服用嘅就有小儿运通宝。咁大家都知道啦，运通宝、小儿运通宝同埋感冒茶粒咧都系好好嘅保健食品。咁至于生产过程系点，我哋一齐去睇下。所有运通宝产品都是按照 GMP 规格的现代化厂房在香港生产的，在采用每种指定的原材料前都要经化验检定和人手再三拣选，确保品质，然后再需要经过清洗、消毒以及干燥等过程才可以备用。精选的原材料经过磨碎制粉阶段后，又要再次接受严格的检查和消毒，然后就可以准备将原材料粉和纯化水或者辅料混合，混合好之后就会通过自动化制丸机制成小丸，而在制丸甚至每一个步骤所用的水都是经厂内先进的纯化水系统过滤过的。与此同时，在生产过程之中，厂房化验室的技术人员会在不同的阶段对所有材料、半制成品和制成品进行非常严格的监控，并抽样检测产品达至最高质素的保证，到最后才可以进行包装。告诉你，现在有个好消息，运通宝、小儿运通宝和感冒茶粒在信众要求下现在在万宁有得卖了。做演员成日食无定时，又日夜颠倒，所以我每日都会有一包运通宝在这里帮我运行通晒补返，就是这么简单。天气一时冷一时热，不要太有自己妹仔啊，我日日都会带住感冒茶粒在身。 Well, it's good for me。 不要以为我肥就很多都市病啊，我经常吃着运通宝和感冒茶粒，所以我慢慢派气派到天光都没问题的。运通宝、小儿运通宝和感冒茶粒，以身为本，健康为上，万宁独家发售。